吃饭了，自己。他们吃的东西都好怪。对啊，因为他们有的东西。然后给他们一下子的钱，他看上面。还有三只，三只小的，还有一只什么？抢不走了。他爸爸是在睡觉吗？他爸爸对。不可以了，今天小爸爸又出来了。还有哎、欸。
看他晒太阳了，哦，好舒服哦。为什么会舒服？为什么会舒服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也抱一只，然后他两个长好，好可爱哦，妈妈。你知道唐俊宇，你知道以前我们人类也是他们也是猩猩吗？我们以前也长得跟他们一样。小孩子，哎，出门，你看看吧。那他在哪？出门，你看看吧。那他在哪？有看到吗？哎。不是啊，啊，这两个小的的妈妈是这只，不是，都是他。哦，那个妈妈怎么有点不好？啊，跟妈妈吵架了。好可爱哦，他和奶奶。